打算打完了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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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把速度滑落。灣仔馬林水餃咧就話佢曾經咧佢話嗰陣時佢話咩好唔掂，咁佢於是就推架車喺灣仔碼頭嗰度賣水餃嘅。咁啊賣，佢當時咧就又係賣啲生意極差，但係咧佢有一對情侶經過又喺度賣水餃食，即係食完之後佢就哇超好食喎，佢話呢個水餃，佢話你可以去。佢话搞大啲喎，佢话你呢啲极好味喎，咁於是咧就跟住呢个湾仔呢个壮姑娘咧就於是就谂啦，系喎，咁可以搞大啲，即系有人肯定食，即系佢啲水饺好味，咁啊於是就发大嚟搞下，搞到今时今日，所以佢就於是就叫湾仔码头水饺啦，就系佢就系想俾人哋记得佢就系当时起家嘅就系湾仔码头，系嘛？你知唔知啊？慈善咁样直入式水饺，直入式水饺，直入式水饺系咩意思咧？嗱，水饺咧，水饺一般，水饺咧一般咧就要摆啲嘢落去，摆入去嗰啲肉啊、馅料啊嗰啲咁样落去嘛，就塞入去。跟住咁咧，呢啲就系叫直入啊。你要植入啲嘢入去嗰个水饺嗰度㗎嘛，咁你为之係植入式水饺。咩为之嗱摆啲嘢入去就植入啦，咁如果你一个水饺入面包住其他水饺就为之植入式嘅水饺，將唔同。因为你而家有好多呢个係新嘅 fusion 饺子嚟，你可能未食过，我同蔡澜嗰啲上个月喺北京嗰个食过植入式水饺係咩呢，就咁嘅，咁呢有，因为你知有好多咩盐菜饺啊、茴香饺啊、白菜饺，咁有时你想食几种口味呢，咁我哋会将嗰啲饺子整到好迷你，然后再攞个大饺咁样包住，呢、這个就为之植入式水饺。你话又你问下蔡澜就知啦。以喜剧嚟讲啊，咩电梯嚟咗，唔知乜鬼嘢。